Style 频道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GTA 的那个 Minecraft 模组。在我身后呢是一个超大的那个火山，哎呦，怎么有个人啊？有个人骑那个水上摩托车，然后撞到我的小岛了。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岛是什么东西好了。我先晃一下，哎，这么个 TNT 也可以打吗？会不会爆啊？哦。居然是个石头那么硬，打不爆哎！来看一下这个箱子，箱子可以开吗？啊，很好，这是做的超细的贴图哎！你看这个石头啊，也很漂亮。哇，看这还有小岛哎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一艘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哦，这个岩浆可以，哦，岩浆可以跑上去，应该也是不会少血的。哇，整张图做得好漂亮。哇，你看那个树叶的那个贴图都好真实哦，完全打不坏。他连麦块人也做得很细，还有还拿那个钻石镐，喂，啊，撞倒了吧？哎，这边有个东西，是什么？是小屋哎，小屋还有箱子，可以开吗？不行。我们先出去看看，好，我们去船上看一看好了。啊！怎么上去啊？哇，这怎么跳啊？哎，这里有路。哇，好多宝箱哦！哇，淹水了嘛，真是的。哇哦！这有楼梯也上去吗？没有楼梯，那这里呢？看起来是只有很多砖块而已啊。这边可以爬吗？从这边爬看看。耶，上来了，太好了！我们看一下这里。哦，刚好在海边呢。记录一下，哇哦！哎，这个呢？我的武器呢？我的武器不见了。Hammer， 啊 ，baseball bat， 棒球棒。啊！我好不容易爬上来的时候，再爬回去。上去啊！万一从这边再爬上去，上去，我要上去 ，OK。再一次，终于快 ，OK， 上来。我要换一下这个棒球棒 ，Yes， 球棒挥，不要再掉下去。OK， 我们继续看这里。这边可以进来一个
船舱，卡住，工作台，箱子，哇，还有桌子哎，好棒哦，这椅子拿来可以坐吗？这可以爬吗？不行，爬上去，看一下这里，这个上不去了。OK， 我们先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小屋哎，然后旁边有什么路啊？哇，这个地图好大哦！这边有个箱子，这边有两个箱子，好多箱子。这边有个小洞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好多箱子，真的，可惜打不开。先绕一圈这里好了。喂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好大哦！哦，这边小洞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哇，有 TNT 耶！可以点燃它吗？不行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挖矿的地方？不是。啊，挖个石头哦，竟然有水跑进来。OK， 我们上去看一下好了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有 TNT。这里有个洞。这里没有路了，我可以看风景，风景也不赖。这边有个小洞可以进去。到进来一个房间了，这个房间破个洞，一个箱子，两个箱子，然后我们这个房间。漂亮，这如果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话就太棒了。哇，书房哎，看看这边有什么？这里上不去，这个呢？这可以跳吗？棒哦！看，上面这边还有岩浆，哦，我直接踩在上面，不会受伤哦。有煤矿哎，哇，挖煤矿，快点挖！不能挖，搞什么？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没有煤矿，撞到头了！煤矿，快点！有铁矿。别碰！喂，不行打哦！搞什么？我用这个。哟！哇！居然毫发无伤，毫发无伤。不好意思。OK， 我们来爬上去看看。看看上面，哇，这也太高了吧！这要爬什么时候？啊！哇！天哪！
反正既然不会烫，就直接爬这个好了。哇，撞到头了！啊，哈哈，刚好掉到这个洞。这个洞有什么？也是岩浆流下来的样子。哦，这边有火把，哇，好漂亮的火把，哇。啊，掉下来了。跳。哦。哦，太阳光照上来了，漂亮。超漂亮的。高的，从这边爬上去好了，那边好像有那个挡住的地方，快到了，加油，快到上面了。终于到上来了，我终于到上面了，我有讲错 ，OK， anyway， 哇哦，啊，从上面往下望下去，真的是很大一片哎 ，OK，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